王嘉玲甲其他查某人的瘦身失败原因一，暗顿我来了。今日是减肥的头一天，我要加油。慢吃就变肥，慢吃就变肥。一点尔，我坚持落去，啊，坚持。慢吃就变肥，慢吃就变肥，慢吃就变肥。文讲要了，那是点干那迄条狗屎沙，我有的是法度对付伊。原因二，柜子里的魔鬼。嘿，我伫遮，伫遮，我人到底什么时阵才会使见面？我阿公，哎，莫你冲动啦！我人看吼，我人暂时也是莫见面先，等代志过去了，我再来找你哈。你都还紧张，还紧张，也无让人发现哦，就惨了嘞。你知影，我剩的日子无多，一摆若无见面，一世人拢记袂着了啦。原因三，看袂到的肥肉，减肥袂使卖食，不然爱食健康的物件，就像个是蔬菜，啊，夹皮一片菜，啊，一片菜来的，是菜来的哦，哇，搁夹一片菜，拢种拢是菜，啊，做菜健康。减肥吃蔬菜，瘦身抹青菜。原因是运动，阿伯就没人相机啦。Let's move it, move it。来，各位粉丝们，跟着老师懂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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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摇，下下摇，踏脚踏脚，摇圈圈摇圈圈。好，过了过了，好，我运动无聊讲啊，小心。Posting。我运动，我骄傲。嘿，领袖图。原因五，节用卡路里。唉，啊吃无咧？哎呦，我今日吃了，明仔要吃安尼多啦。我会晓算卡路里的吗？今日吃较多，明仔吃较少，有少有轻，会使会使。啊！就过了几路，爱吃咩咧？已经照了，明仔载卡路里挂得了嘞。会使会使啦，照后日的有照无形。啊，珍珠奶茶啊，还啉无嘞？照后日的啦。哎呦，惨哦！照干嘛？你的心里去了。